那今天有唱那个《我们是考秋吧》欸，你们心里心情上调试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今天是很特别啊，今天可以在大港这边，然后唱那个《考秋吧》，好像是就是，然后这个很难讲，真的不行。就是跟兄弟一起唱的，对啊，应该这样讲，对对啊。你刚好在台湾一直忍泪吗？很感动，对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感动是很多的想念在里面。那今天有唱那个？我们是考秋吧，你们心里心情上调试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今天是很特别，我今天可以在大港这边，然后唱那个考秋吧，好像是就是，然后这个歌很难讲，真的不容易，就是跟兄弟一起唱啊，对啊，应该这样讲。练歌的时候，练歌的时候都。每一次练都很多了，很多小的这个小对话、小剧本，对啊。你看我在台湾一直忍泪吗？很感动，对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感动是很多的想念在里面，对，因为你要想要把工作给做好，然后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去陪小孩，这样、就会觉得，就有时候会真的，比如说。对老婆会可能会啊，口气比较不耐烦，不耐烦。我要出去自由一下哦。对啊，那我就出去，他就真的要我出去。坚持多久？差不多一天半了。出去之后就写了一首歌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叫做原谅我。